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onster 美怪物神话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是来玩西奇欧斯的背叛。Go！安静点。艾美拉，你在这里干嘛？我们是来找卡斯特的。我们也是。一旦让我找到他，绝对饶不了他。不，他不是我们的敌人，我想他被人设计了，我们必须找到他。那是什么？少数能够逃离地底深渊，不过很快会有更多被放出来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奥林帕斯诸神曾是唯一拥有囚禁泰坦的力量，幸好你摧毁了他们的神殿，还除掉他们的追随者，否则现在连奥林帕斯诸神也阻挡不了他们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那不是我做的，卡斯特，是你。他在那里，卡斯特背叛了我们，杀了他。看，是卡斯特，可是那些亚特兰提斯人正在攻击他。我们必须坚守我们的阵地，希望卡斯特能撑住。You are prepared, witch. Ark. Emito.我不相信那玩意儿就会这样坐视不管，还让我们建立基地。盖在悬崖后面，那个区域比较容易防守。先叫人做优先。神话实在确实有三个神力让我们死，很扯。好 ，Greg, are you repair? Greg, are you repair? Image wreck, you are image wreck. 他在摧毁整座城市。Greg.哎，我看一下你。等一下。好，这个需要。我刚才听到我朋友喊了一声“靠腰”两个字，超大声。谁盖房子？哎呀，黄金不足啊！I'm rich. Give it.
啊，我好像太少用这张。你怎么在？他们的怪会叫很快，而且是你他妈靠北的快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谁祈求素晶啊 ？KSO。哎，不要那么冲，不要那么冲。你是在给他杀死啊？
只要叫三只，然后来这里。看卡斯特快死现在蛮需要四级的。Get it, U E M。快好哦，这要少肉啊。太早用神力了。
还有一分钟，我要撑一分钟。哇靠！这样子叫我撑一分钟。你把泰坦引走，你把泰坦引走，你居然是被瞄准了。In which part? Here at you. 这样做引泰坦是最好的，最好的选择。You're going your way. In a jet, UAE. And you, UAE. Baya? Ne, it's for leaders. We must find Cast.去棚去救他出来，好，我让那些巨棚去救卡斯特，他快撑不下去了。我也快撑不下去了，哇靠，一个太阳。现在几乎所有的亚特兰蒂斯军队都在克里欧斯的掌控之下，单靠我们微薄的力量很难同时对抗他们跟泰坦的。还有其他的泰坦要对抗，雅肯多斯。父亲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为了亚特兰蒂斯好。儿子，别再想他了，现在你必须要对抗这些泰坦。对抗他们，要用什么来对抗？这些是较低等的泰坦。他们是被派来摧毁奥林帕斯诸神的神殿及其追随者，如果抵挡不住的话，将会有更高等的泰坦出现。这么说来，埃及有个泰坦吗？现在吗？没错，北欧也有一个，你在这些地方会有盟友的。我们先到埃及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先拍到这样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在左下角点一个喜欢。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最新影片，再点一个订阅。点取下方的说明，可以到粉丝团获得最新的讯息哦。就这样喽，拜拜。